Deacon Toons NFT 是由8888个复古美式漫画风的颓废扑克脸猫咪，有点类似猫和老鼠动画片里的 Tom 猫。整体画风基于早期迪士尼的橡皮管，是一种美式卡通风格，比如菲利猫就是这种风格。Deacon Toons 的火爆吸引了众多明星、知名音乐人的参与，如 Steve Aoki、Snoop Dogg、Lil Baby、Fabio Foreign、知名演员 Seth Green、Rebel Wilson 以及多位 NFL 和 NBA 球星。很多 NFT 圈的 Cole 也主动加入社区帮助宣传。Deacon Toons NFT 所有者都自动拥有元宇宙通行证。随着 Sandbox 和 Decentraland 等不同 Metaverse 的兴起，在不久的将来上线 Metaverse 的终极游戏， Deacon Toons NFT 的持有者都将获得访问权和特殊津贴。目前 Deacon Toons 还入驻了 BAYC 无聊园的 Other Side， 共同打造无聊园的元宇宙空间，并与 Bird 与 Hungry 汉堡薯条快餐等诸多公司合作开发新包装和产品，以进一步推广 Toons。 Deacon Toons 主要创始人是 Prince Leo 和 Bader Assad， 其中 Bader Assad 是一位企业家，负责处理团队的协作。 Prince Leo 是一位27岁的艺术家，他曾与 Quincy Jones、 Jackson 家族、 Jaden Smith 等许多一线名人合作过。对于这个 NFT 项目你怎么看？欢迎关注留言我们。